来证明一个呢分点公式啊。好，这个分点公式就是说，我在平面上哈有一个线段，它的端点哈 A 这个端点是 S 1 Y 坐标啊，那 B 这个端点呢坐标是 S 2 Y。那假如有一个分点，我这个分点哈这一点呢把这个线段哈分成 m 比 n 等份的，那这样呢 P 点这一点坐标多少？x 坐标的话就等于啦，等于 m 加 n 是多少呢？分之这个 n 乘以 s 1 啊加 m 乘以 s 2，就是交叉就对了。那 y 坐标等于到等于 m 加 n 多少呢？ n 乘以 y 1加 m 乘以 y 2，好，就是呢这个公式。好，那我们先来证明啊。好，首先我们看这个A 点 S 坐标就是 S 1嘛，啊，这多少呢？这是 S 2。好，啊，这个 P 点坐标这是 X。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的话我们给它做补助线这个就是说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是相似的，那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多少呢？这一段是 X 减掉 S 1嘛。好，就是说，这一段比这一段事实上是等于，这个比这个的。好，就是说 ，x 减掉呢 s 1比上多少呢？这一段是 s 2减掉呢 x， 或者是不要这样比，就这一段比上这一段。啊，等于这个比上整个，就 x 减的 x 一啊比上到比上整段，整段是 s 2，s 2减掉 s 一，等于多少呢？是等于这个 m 啊比上多少呢 ？m 加 n， 我就得到什么？得到这个是 x 减掉 s 一，就等于多少呢？m 加 n 分之 n 这是 s 2减掉 s 1好，那我 x 就可以算出来 ，x 等于多少呢？这是 m 加 n 分之 n 啊 ，s 2减 s 1再加 s 1，那我现在给它通分，一通分以后就多少呢 ？m 加 n 分之 m。S 2减掉 M S 1，加上多少呢 ？M 加 N S 1，那 M S 1可以消掉，所以剩下多少？剩下那个 M 加 N 分之 M S 2加上多少 M S 1，好，那这个坐标就得到了。好 ，y 坐标是一样的 ，y 坐标一样，一样可以这样做。y 坐标的话呢，我们这个多少？这个是等于那个 y 1嘛，这是 y， 这个多少呢？这个的话是 y 2。好，那那我们一样做补助线这个三角形跟这个大的三角形是相似的，所以重复一遍，就是说这个多少？这是 y 减掉 y 1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就是说这个比上整个，它会等于这个比上全部，这个就是 y 减 y 1嘛，它比上多少？比上这一段，这一段是 y 2减 y 1 y 2减 y 1它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是这个，这个就多少？没有，是等于这个比这个了，就是说这个比上整个嘛，就等于这个比上整个，就是 m m 比上多少呢 ？m 加 n， 整个过程都一样，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是完全一样的，你就要把 y 换成 x 的话。就得到这个公式嘛，把 x 换成 y 的话，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我把 x 换成 y 那个公式，也就 y 的话现在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 m 加 n 分之 m y 二加上 n y 一，那就得到呢这个分点公式。